园区哦，靠这个辛勤职业，实验实践来进进出出，基本上跟他打一个招呼。较早是拢用行的，哇！你八十岁哦，还阁会当哦，来去做志工啦，来值班啦，哦，是安哦，爱甲你学习。有志工，咱有这个勤务地啊，咱有咧进党机会，困难。阮师兄哦，伊家己真顾身体，啊那天气若好天早暗哦，伊拢会出去运动点，去行五六日啊，差不多有半点钟以上啦。啊，我若是无勤务吼，我都拢会陪伊出去行，啊，行行的转来，感觉其实足轻松的。2003年，心脏开刀，伊做过绕道手术，我即马心脏有三支的支架，所以逐天拢爱食药来控制。所以我即马爱把握时间来付出。我今年81岁啊，啊，身体虽然讲无当啊真好，但是我会当做一寡较轻松的工作，啊，对这個。像做福田啦，去稻顶哦，去到了稻顶哦，咱来干净，咱看了我来欢喜，所以我也把握这个机会，当甲大家见面。